前，欧阳娜娜一袭绿色坎扎长裙亮相 GQ 盛典，造型清丽有韵味，没有华丽的珠宝点缀，简约大气，演绎半熟风，又欲又纯。欧阳娜娜墨绿色吊带高开叉长裙，一改往日甜美可人形象，演绎轻熟风，展现别样魅力。欧阳娜娜这一身造型还是让人印象很深刻，印象里欧阳娜娜更多的都是甜酷少女的装扮，尤其是在自身的私服搭配里，她一向都很有个人的风格。但在这两年，欧阳娜娜尝试了更多略显成熟的风格，多次在红毯的造型上带给人眼前一亮，跟以往很不同的造型。这一次参加红毯，穿的也是一条比较成熟显女人味的吊带开叉长裙，整个人变得更美了。裙子吊带 V 领的设计展现出欧阳娜娜完美的肩颈线条，侧开叉的设计将欧阳娜娜大长腿展现得一览无余。可以看出，如今的欧阳娜娜已经长大了，长开了，轻熟风的造型也能完美驾驭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